我饿了，我们进去吃饭吧。去这家吗？嗯，看上去挺不错的呀。你还真会选啊！这是我以前打工的餐厅啊。裴修哲开的，那就更得进去吃喽。走。你确定你不会吃醋吗？吃醋？我像是会吃醋的人吗？走吧。小严，你跑哪里去了？走都不告诉我一声。哎，小严，我去文达市了。哦，文达市，你不会去找裴老板了吧？没有，你别误会了，我去是有别的事情。哎呦，可别找啊！就我们这些关系，你就别藏着掖着了。你对裴老板的心思，我早就知道了。说吧，你和裴老板发展到什么关系了？兄妹啊，他怎么可以把你当妹妹？这不是发好人卡吗？照我说啊，你就是太不会撒娇了。是啊，他确实不太会撒娇。这位是他未来孩子的爹。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男朋友温景辰。我曾经还以为你和裴老板郎才女貌，你对他大眼不变。谁还没有看走眼的时候啊？你这是在骂我们老板吗？没有了，臭姐妹，她是在骂我啦！你别误会啊，快点，你去帮我们上点菜吧，去吧，随便上点什么都行啊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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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说不吃醋的吗？看来你在川田市过得不错嘛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眼光不好。喂，你能不能公平一点？我也没有揪着叶芷玉不放啊。哎呀，来都来了嘛，我要是不吃点醋，现在我对你多不用心。谢谢你的用心啊，要不然我们去了解点别的吧。比如呢？比如我的兴趣爱好呀。